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盲女。Hello， 这一集呢，对，要玩回盲女喽。哦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海岸线超漂亮的？虽然是盲女的状态、瞎的状态，但是还是看得到海岸线哦。好，我们来干正经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管者是谁？哦，红蝶的身影应该是红蝶姐姐。红蝶姐姐非常的麻烦啊，讨厌！我真的玩盲女，真的很讨厌遇到红蝶姐姐。好啦，玩什么角色都很讨厌遇到红蝶姐姐，因为她的瞬移的速度真的很快，很讨人厌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破译机器吧。旁边的是将有暴击，你要自己负责，你要负责，你负责去引红蝶姐姐。我不管了，我要走了。可恶，竟然给我暴击，才刚开始呢。好，我们现在两个慈善家，刚各位已经看到了，隆重介绍另外一位，已经介绍一位慈善家了，就是那位暴击的慈善家。然后另外一位没看到的慈善家，还有个机械师，对。这次呢，我原本不是预计要玩盲女的啦，但是呢，因为对方选机械师，所以呢，我就很配合的选盲女。为什么？因为机械师呢，给盲女加成之后，盲女配速会更快，会更稳定。有没有看到这个速度是很稳定的？那现在开始 DJ 起来吧 ，Go！DJ 完了 ，DJ 快完喽，结束了，结束我们的 DJ 生涯。有一个人在，是谁？是慈善家吗？对，慈善家在签字那个红蝶姐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让他签字，因为毕竟签字监管者呢不是盲女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躲一下，看在哪里。有在这里吗？好像没有，好恐怖哦。我第一次玩盲女，然后到湖景村，所以我觉得，让人家有一种非常不安全的感觉，有一种随时都会面临危险的感觉，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！然后在破译机器的时候呢，视线又是这么的狭窄，完全就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也许盲女瞬间咻一下就过来了，然后我就中了，对，就是每天要活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啊，也不是每天呐。现在来讲是无时无刻了。好，我们第二个再看一下，哦，离我还有点距离。好，可以稍微放心一下了。那现在好像红蝶姐姐有在追人吗？看她的姿势好像有一点呢，是我错觉吗？反正不要传送到我这里来就好了。好，我已经破译到200%了。现在呢，快完了。其他有一个人也破译快200%了。也是200%。OK， 然后传送过去了。走，我们先到这边。找剩下的破译机，剩一条了，所以比较难找。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找破译机的精神。好，这区应该有，这里有地窖，好，这里有吗？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台啊。没有，这里没有生成。那应该好，往回找，看看这边有没有。哦，看一个闪闪亮亮的东西，我只剩下倒地。你的兄弟倒地，你要不要救一下？这里交给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交给专业的来。交给 Polo 的来，好，再看一下在哪里，在远处，在抓气球了。你不去救你兄弟吗？你确定那么无情啊？算了，我先去开大门好了，你看着办吧，应该会去救吧，对不对？毕竟兄弟情深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找大门，大门应该是这个方向，刚刚闪的这个方向，在这里。这一局的机械师挺意外的，居然没被抓。我通常跟机械师配合的时候，机械师都是第一个被抓的，因为机械师真的太好抓了。跟盲女比起来好像也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现在快到大门了，在这里。OK， 来按密码了。这一局其实我觉得蛮顺的，非常快速哦。除了慈善家被抓之外，果然救兄弟，救兄弟，快走快走。你们现在走过来，我现在差不多没带，快开了。好，再看一下在哪里。被帽子挡到了，头有点大。好，剩下在那边，开了开了，走了走了。各位，走了各位，
我现在完全不敢移动过去，因为我觉得我怕他一刀斩，我怕红烈姐姐一刀斩，然后我又怕我现在移动过去之后我会迷路，因为我对这件地形目前是完全不熟悉啊。你知道那种盲女的视角完全就是不同的状态。好，我先走好了。OK， 那现在逃脱了，看秦汉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的谁？慈善家要被抓了吗？那我们的机械师在门口了。好，那这个慈善家他打算要跑走吗？有吗？还是要去救？可是他现在半血，应该不会去救了啦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往大门跑。好，我探我爸爸跑，但这个时候刚红烈姐传送过来，一个顺势让他倒了。天哪，完蛋了，他被抓到了。哇、哦，可恶！这样的话就两个被抓了。好了，那其实机械师已经跑了，那这一局呢算是平局了，两个被抓了。好了，那有点可惜，真的，原本可以赢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玩下一局吧。下一局希望不要是湖景村了。哦不，又是湖景村，哎，真是个寂寞的夜晚啊！哎，不是夜晚吗？为什么看起来像是夜晚？哦，对了，我是盲女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盲找破译机了，快点！看到了，监管者是鹿头。刚开头敲那一下，有没有看到鹿头的身形？然后微微的跛脚的状态，像是厂长走路方式跟厂长一模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稍微。哎、欸，躲一下！哎、欸，有来这里吗？没有，这里是玉米。哎、欸，干嘛聆听？好像个盲女要走路就没事。好，那个什么，这边是玉米田，所以是玉米田吧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隐蔽性非常的好，所以监管者呢不太可能会追到这里来。对，如果追到这里的话，那也就太奇怪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很奇怪，追过了，才刚讲完就追过来，不是吧？为什么找这里？为什么找这里？这里明明就很偏僻啊！啊，算了，反正你追上我了。哦，这时候盲女其实六国真是非常危险啊。不过还有她的成就感，不是成就感，她的存在感，存在感呢还没达到一定的限度，所以呢她没办法用她的绳子勾我，所以呢还是算有点安全啦、啊。毕竟我能预判她的动作，这里的障碍物蛮多的。好，我们再绕到这个稻草堆里，是稻草堆还是玉米田堆？好，我们现在呢看她轮廓在这里了，跟她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你不见得能绕赢我哟，鹿头，要放弃我了吗？放弃我吧，我只是个盲女啊！啊，好，来绕圈圈，左绕绕，右绕，哎，假装要走掉吗？再敲一下，哦，又回来了。果然，你个心机鬼，竟然还绕回来，还好我知道你想要绕。对啊，你真的是在玩心机的，是不是？完蛋了，我一定要移动，我不移动的话呢，我看不到他的轮廓。好，我先反方向离开好了。他好像没有追击我的意思嘞。哇哦，善良的鹿头，有很善良吗？普通善良。好，我们现在又来聆听我了。他应该是追丢我了吗？所以在听我的动静，对不对？哎，谁叫盲女仇恨值这么高？哎，我天生就是破译速度快啊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也不想啊。好，这刚才还破译机吗？是哎，那我们现在赶快破译吧。哎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？没有机械师的那个 8% 的加成，速度是不是的确慢了许多？没有错吧？的确慢了很多吧？虽然感觉 8% 不多，但实际上还是挺多。咚咚，看一下，哦，鹿头在那边，其实也是蛮多的，对不对？敲一下可以加250，哎，哇，那应该来多敲一下了。好，说着说着呢，我们也破译到70%了。那这次的阵容呢，有一个园丁，希望呢他能是一个好园丁哦。那慈善家还好只剩一个了，不然每次都遇到好几个慈善家，其实有点烦人呢。然后再就是一个医生，好，医生还不错，可以治愈别人。OK， 破译完这条了，剩三条，走，我们去大门口。哎，太会太快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找两个破译机啦。好，我们呢，因为是盲女，所以这个路径呢，非常的没办法清晰的看到。那我们唯一能判断的点是什么呢？极光，各位看到微微的那种。天空微微的那个亮光，那就是极光了。循着极光的方向呢，我们可以找到什么？我们可以找到海边，也就是船那里。所以呢，沿着极光走就不会迷路了。对盲女来讲的话，是很好用的东西哦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看到了这个大风车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应该就是海岸线那里了，就是那个漂亮的海岸线第一场那里。好，我们继续走走走走走。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三台破译机啊，一台是船里面嘛。那一台是船的右边，然后一台是船的左边，对，
又在前庭，我们保持着正常盲女走路姿势。好，其实正常盲女应该是走路状态吧，像这种用跑的盲女有可能用跑的吗？会不会太灵活？好，算了，这只是游戏，不要太认真。 OK， 我们快到了吗？周围还是一片黑暗，但是极光的感觉好像越多越近的感觉。哦，这里是园丁拆掉的椅子，所以园丁确实是有在拆椅子。这台破译机破译掉了，咚咚。哎，有看到两台破译机了，又要聆听，好烦。好，继续走。只有在路头，哦，我的乌鸦出来了，赶快破译，不然我会爆点啊。只有在聆听的时候，我才会像正常的瞎子这样走路。那如果没有在聆听的时候呢？我就不是吧？怎么追上来了？这次他很没有存在感了、啊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解锁他的存在感呢、欸，感觉很凶，非常之凶，完蛋了，打到了。嗯、我们进船里好了啦，快点快点，我们上船，我们上船。这个字念，这个船跟床念快好像都很容易搞混。好，我们刚才上船了。那上面有一个小护士吗？对，在上面。哦，我被打晕了，不是吧？我竟然在这个情况下跟慈善家重逢。刚前面是慈善家吧？虽然只有依稀仿佛的看到一点点的轮廓，但是应该是慈善家没有错。好，现在鹿头呢，用他脚边戳我呢，边带我到椅子旁边。可恶，很痛哎！你的脚要不要稍微修一下？好，我们不当椅子了。那旁边是谁？是护士吗？哦，善良的护士来救，哦，是园丁，善良园丁来救我了，谢谢你啦，园丁。好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哦。剩一条密码机没破译，赶快破译。哦，破译完了，电夹打开了。那现在呢？哎呀，我躲在这里有点尴尬哎，为什么会躲在这里啊？这里这个死角，鹿头在那有没有办法走啦？好，他去救园丁了吗？好像是。哦，园丁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好像鹿头走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开大门的这个密码咯。好，从这边绕好了。密码被发现。哦，在我后面吗？他看到我吗？他没看到我。完蛋了，园丁被打了。园丁被打了，倒地。完了，你知道我的痛苦，那种这种被抓气球，然后还被鹿角戳的痛苦，你现在应该能体会得到了。好，现在好像一走心跳声又没了。原地被抓气球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带他去哪里？这边椅子我刚看到来的时候好像，果然被挣脱了。原地把这附近椅子拆了，所以目前鹿头放不到人。好，快了快了快了，走过来就对了，走过来我们就赢了。快走，我终于把快走这个快捷的漫画提示已经设回来了，要不然没有快走真的很痛苦。好，那各位，有些人不知道怎么设定，对不对？在一开始的时候右上角一个齿轮。可以在发话那边设定哦，也可以替换哦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赶快去设定你想要的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结束了吗？慈善家先走了，从头到尾只看到一眼慈善家，然后医生，好，医生有看到几次，然后最主要就是园丁了，园丁如果能跑走的话就好了。可怜，我们大家一起走吧。我这个时候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？因为我的技能剩十秒，如果我可以再敲一下的话呢，对园丁。掌握鹿头的动向应该会有点帮助。不过心跳声越大，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来找我了？哦，不行不行了，我不能用技能了。园丁，好自为之，加油！至少他往这边绕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。园丁在船上，园丁在船上，园丁在船上，想趁机进去吗？应该是可以。他现在躲船里，所以应该鹿头没有知道他不知道他在船里。好，他应该在绕来绕去。也许跑到另外一边也不一定。那这个时候板子被翻下来，他只能从旁边绕。我们的护士还在那里，对，护士到门口，只剩园丁了。园丁加油，快点，大门口近在咫尺。好，附近也没有任何的。好，他还俏皮的喷了一下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赢了 ，yes！ 护士这时候进去就行了。护士进去，对，好，这次大家特别乖哦，非常好，终于赢了，哇、哦！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的影片了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按赞哦。好，最重要的频道话呢，别忘订阅，下拜拜，下拜拜。那我们就下一期见了。啊，对了，IG也别忘追踪我。好啦，拜拜。